虎补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要来宣传一下虎补。我看要宣传什么东西？那个可以跟电竞选手、实况组、艺人互动的一个软体，跟大家宣导一下虎补的好。介绍新功能：每日登录可得十个虎补币，集满三天就可以私讯问题了。但是其实我粉丝团里面就有可以免费拿金币的方式，而且拿的蛮多的，所以大家可以去我粉丝团拿。里面可以问 low 符文天赋啊，基本上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啊。你私底下生活不顺心，你也可以问我，因为也是有人问我，哎、啊，我也是会很认真的给你一些建议的，好不好？你如果生活上有一些不顺心的事情，你也可以来找我讲一下，我也是会回你的。基本上所有问题都可以问，什么东西都能问，好不好？什么东西都可以问。然后第三个达人约战页面，这个功能是可以约打 LO 的啦，只是也要我有空啊。虽然我是蛮有空的啦，只是我最近真的太少打 LO 了，所以很抱歉各位。好，算了，我就直接先问好了。第一个问题，每日登录可以获得多少个虎补币？打数字就可以。你们就一直洗石，一直洗石，一直洗石，然后我随便复制一个人，好不好？哦，大家都知道答案呢。好，我随便复制一个哦，看一下会中谁。等一下，有点太快了。啊，有，复制到了，复制到了，大家不用再刷了，我复制到这个了。好，这个就算你得奖了。好，第二题，私讯问问题需要花费多少个虎补币？来，我要复制哦。我真的就是只要复制到那一个就是他了。我这是随缘型，好不好？我一直没有复制到一个人哎、欸，你们刷太快了啦！哎、欸，有了，这个恭喜你，就是你了，恭喜你答对，然后是你抽到的，好不好？来，第三题 ，APP 上方的新页面叫什么名字？提示四个字，我刚才有讲到的，达人越战。你好像打错了，不是越战。哎、欸，有，中了这个 moment 的，请私讯卡摩一，好不好？是你中奖。这个今天工商的 APP 名称叫什么？好来，大家开刷，我要准备认真打了。啊！白色游戏开始，哎、欸、呦，复制到了这个。就是你中你了，感谢你们今天的配合，是他中奖了，好不好？下次还会有活动的，感谢各位。我先认真打个龙。